今天的生活懒人包来关心，今年中秋节受疫情影响禁止户外烤肉，但反而带动了居家烤肉的宅商机。各大卖场因应这一波室内烤肉的热潮也是有备而来，把以往户外烤肉的用具进货量减半，但是烧烤炉还有烧烤盘种类都有增加。跟同期相比，今年这类商品热卖超过两成，尤其烧烤炉卖到大缺货。中秋连假倒数，大家继续烤起来，卖场满满人潮，要抢购食材之外，烤肉用品当然不能少。今年还有这个东西特别热销，看到烧烤炉、烧烤盘在特价，赶快放进购物车。今年不开放户外烤肉，带起居家烤肉宅经济。像是烧烤炉、烧烤盘，还有卡式炉，两大卖场的涨幅都超过两成以上。尤其烧烤炉特别夯，多家品牌已经卖到缺货。气氛有差啦，一个就是感觉是自己用木炭在用，然后另一个就是跟平常吃饭一样，当然会比较不一样了。那可是说，因为应景嘛，那只是说给小孩子有个可以过个中秋节的回忆这样子。就是没有那个炭的味道，对吧？就主要就插在那边嘛，比较没有前置的一些准备的事情，这样就会比较单调一点。今天把烤肉架原本的那个数量直接砍半，有20多种选择是到鞭炮盘或是卡式部分。因为现在户内尽可能让它的那个能源少一点，这样的部分我比较喜欢选择一些比较水果酱类啊。疫情下烤肉形态改变，室内烤肉为了不让油烟味那么重，今年烤肉酱反而没这么热卖，大家更爱清甜的水果酱，韩式、日式调味酱特别受欢迎。中秋行嘛，宅在家仪式感不能少，换种方式大家同样烤得很尽兴。台北综合报道。